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D， 我是 Eden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渔人码头，蛮开心的哈，来到了这个台南的安平的一个渔人码头。那这边呢、啊，蛮多怪物的天堂啊。那我们现在请那个 Eden 的部分啊，跟大家来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den。然后今天我们来到了台南的安平这边。那身为一个钓鱼人，然后刚好天气也不错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想说要来这边小试一下身手。那当然，小试身手会选择一个地方，就是那个安平这边的南北堤。那这边是台南的大雾天堂，所以我们想说来试试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运气，可以钓一下，有没有钓到一只大雾，可以给大家来一个观赏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现在我们准备要来穿过这个蛮长的道路，就在前方，这个树林也很漂亮。一等现在大包小包，但鸡丝穿扁扁，穿个焦焦焦，阿哥唔在钓我。其实今天我们是来看海，并不是来钓鱼。就在前方看到了日光，有没有？穿过了这一片漆黑的森林，也不是漆黑的森林啊，漂亮的森林。然后我们再回蒙一下吧。大概应该有800公尺吧，看一下啊，深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目标。今天就大雾了 ，Go！ 来到一个安平的山岗，啊，这里就是地图。这边停满了机车、脚踏车一堆，就是要征战长堤的。写哦，开放垂钓区，严禁车辆进入。好了，我们穿过去。就是这个长堤，哇，真的好远哦！看到伊登已经走在前面了，我们到底是不是要这边钓就好了？好，上去看看。看一下这个场地，这个这样不好钓吧？介绍一下今天使用
小。止血钳了，好了，班师回朝。今天里面冰箱很满，爆桶，空气爆桶，轻飘飘的。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啊。